由香港商报主办的百年辉煌香港篇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图片展今日开幕。这个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共产党和香港的历史渊源用图片形式展示出来。多位重量级嘉宾来临并给予肯定。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致辞时指出，展览让香港市民回顾和内地一起写下来的百年篇章，有助社会各界更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和香港的壮丽篇章。好高兴出席由香港商报举办的百年辉煌香港篇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图片展开幕典礼，大家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光辉时刻，我感谢商报以及一众协办机构举办大型图片展，藉住历史遗迹、民党史科等等的展览，让香港市民回顾内地和香港一起写下来的百年篇章，更加深入了解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藉这个机会，我呼吁在座各位和社会各界的人士积极去支持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鼓励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今次图片展受到多方支持和关注，除了李家超之外，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新闻及公关部副主任朱亚丽、解放军驻港部队副参谋长杨晓海等都担任主礼嘉宾。主办单位香港商报常务副社长张宝兴致辞时表示，图片展在光影世界里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重温香港在这100年征程中的辉煌篇章，形象展示一国两制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亦都为香港各界正确理解香港和国家的关系，促进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积极的作用。岭南大学教授刘淑永指出，这次图片展意义重大，刚好是19届六中全会闭幕，实际上都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共产党和香港的历史渊源系统性地用图片展览的方式展示出来，让香港市民全面客观地去评价和认识共产党有非常大的意义，同时有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华创国际实业董事长刘达全都认为，举办这个活动可以让香港年轻人更了解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让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发扬光大。